彭秀慧执导嘅新戏开镜，毛舜筠、姜涛、刘应廷阿姐、岑嘉琪、丽英都有出席。但之前咧有传剧本系 Mira 经理人花姐嘅故事，彭到呢日咧就郑重澄清啦。呢个戏里边系有三个人。一個三角關係，即之前有很多報道都會覺得呢個是一個、花姐的故事，其實真的不是，真係唔係，因為毛姐所演繹嘅經理人角色是另一樣嘢嚟嘅。姜涛阿 J 拍呢一套戲又辛唔辛苦呢？我哋呢個拍攝嘅劇組不算辛苦，因為現場環境大家都是一個很輕鬆啦、好有愛嘅劇組，即係無論導演啊、毛姐啊。雖然他們是在演戲方面是有經驗，但他們都很樂意和很 nice 地教了我們很多東西。所以對我來說，其實不是以前那種辛苦，而是真的很平靜地去拍很多東西，反而是輕鬆的。我覺得他們兩個是非常聰明和很有心啊，是啊，所以很開心啊，跟他們一起的時候。我們可能拿回以前毛姐那些片來看呢，都是已經覺得很好笑咯，即係毛姐嘅演技是超級神超級勁啦！跟我和姜涛就喺度扮翻一些超經典的場口，例如可能吃飯扒飯咁樣咧，係、嗰啲係好好玩嘅。我哋互相偷拍了很多片啊，慢慢出啦。